Lesson one.书中的男孩李磊，身边的女孩名叫韩美美，还有吉姆莉莉和 Lucy， 凯特琳涛和 Uncle Wang， 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叫 Polly， 它到处飞。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，但那一段说的谁和谁，偶尔还能细细回味。书中他们的喜与悲，书外身后的是与非，还有隐隐约约和我一起长大的小暧昧。后来听说李磊和韩美美，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。Lucy 回国，去了上海，身边还有了那么多男朋友。吉姆做了汽车公司经理，娶了中国太太衣食无忧。林涛当了警察， Uncle Wang 他去年退了休。有点遗憾，李磊和韩美美，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。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当初不曾料想的以后，还好 Polly 她还活着，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，她永远都不会老，在心底不会飞走。谁的手，一样的事。